元神中的那些合理和不合理，关于各国神明的觉悟。风神是帮助人民解决问题，炎神是等待人民解决问题，草神是解决人民的问题，雷神是成为人民的问题，而水神是没有问题也要制造问题。我是真不理解，这新地图的宝箱都是谁藏起来的？一普通宝箱非得用一堆怪守着，而华丽宝箱却随便乱丢，真就此处无银三百两呗。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，幽拉时隔500天可算迎来了复刻，而阎锡的神之眼也终于在500多天的沉寂之后等来了第一位金发御姐。原来单身狗这东西真是不分物种，几个小水滴都能上演一出玛丽苏苦情大戏，他宠他笑，他略显多余。这是蒙德的忍冬术，这是道气的神鹰术，这是须弥的梦之术。按照这么说的话，等旅行者到了至冬，该不会要开始干圣诞术了吧？